宝岛手透透单元，我们曾经有介绍过，龙人会帮一些名人来取外号，比如说台北市长柯文哲，手语呢有部分的听障朋友是比抓头市长，而历史人物也有手语的外号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蒋中正的手语，南北笔法有何不同。南部手语蒋介石是笔石加上手掌，石手掌这个手语怎么来的呢？是用名字蒋介石当中的石加上手掌而衍生出来的笔法。南部手语是取名字的第三个字蒋介石的石加上手掌，而北部的笔法则是用脸部的特色比小胡子加上手掌来称呼蒋中正，比他的胡子加上手掌，这样您学起来了吗？